我估计又是他们。我要登顶了，你这一把赢了就两千三了呀？是吗？对对啊，呀，我你要两登千两顶。百九赢一把十分。LT，不，LT 的话，他们这种应该也好，是被绕的惨。我把我受住。我 UD，哎呀，这个组合有点挫。我觉得瘦子 UD 这张地图很弱。有一个打法就是那个，你一本包别人抢泉水，抢完了强行去打人族风矿。必须这么打，这张地图 UD 实在是太弱了，打个 LVR 都弱得不行，对啊，路太远了。机动性太差了。路漫漫，我去探路啊！我去探路。感谢蛋黄派的鱼丸。只希望这个人主在右边这个点儿。最爱的 LT，打星际也最爱 LT。星线现在也有 LT 吗？没有，最早之前也有，但是人族太 bug，就把这张图去了。人在这儿，那我直接过去骚扰了。我可以把我们。把你的分矿练了，然后再过去压制。也可以啊，边压边开矿嘛。对啊，上来就练你分矿。你没有商店啊？没有没有，我补一个吧。你再补一个。我去，他没练，他是不是练的中练间商啊？店的，练上面的。也对。练上面的，练上面的。你可以拉个农民来开矿。我待会儿是带着药膏单船过去杀农民。哎，没练，没练，我操，练到中间，这个套路啊，又被套路了。套路。你还是先把矿放了。他们这是要抢中间的，看起来。是的。你有钱吗？给你钱开，开完了给我。他兽族又不见了。我每次看到兽族不见，好慌啊！剑圣在中间，看连字儿。大师要赶去拆矿，我们就把中间练。好，我感觉他就不打算开了呀。先别练，先别练。可以先练小的了呀。行吧。大师才一级，不知道怎么想的。
我最大法师吧。剑圣在这儿啊，在你旁边。剑圣只有一发。我就把大法师追死。大法师死了。哎，我大 G 怎么死了一个？你有 C 吗？哦不，你有那个粉没？没有，没买。哎，别追了吧。这大好连啊，这俩杀大技吧，还是他要追我的那个就练。现在另外一个，他就一个疾风波。我的宝。哎，可以直接练完了他要死。好，去人柱吧，去人柱家。哎，可以，他要你能杀吗？这可以，你往下面逼，我小歪到了。不是他有那啥，他有 TP 的。好，你分矿啊，你都忘了吧。哎，刚开好。我有个骷髅书。这直接打死了。我棒棒糖给你，等一下。好，那直接扔啊。哎，下 MK。哎，我先往里面一扔。哎，他这个角度。后面，剑圣。这兵有点少，我打不过呀。剑圣，哎，漂亮，走吧，我没兵了已经。毁灭吧！啊，你要钱跟木头给我说，我给你。没。缺啥给大哥说，大哥养你。谢谢大哥。我双 BB 了，我直接爆大 G 扛就行了。哎，我去拆地洞去了。就是这么一不经意间随便回。那我练波及。我来拆地洞了。这盘他们被打得有点惨。这一来不开矿，感觉 LT 人柱不开矿，对不起自己。人柱都。不知道该干嘛了，找不到方向。你中间有个蜘蛛满了。
回来机械一波就打死了。杀！我去，这力气都还剩天了，这波真是亏啊，装逼了这一波。滚！哎，我回不了，我 TP 不了，好尴尬呀、啊！真是坏。哎，就是这么不经意间就死光了，真的是颓了。死的真的是彻底，我跟你说，这一波太彻底了。人家表示笑哈哈。哎，我颓了，死的太彻底了。放一点水，我死了七个还是八个蜘蛛啊？真的假的？那么多？真的。我五十人口是满的，现在是三十。我去！哎，我来了呀！没有 TP 啊？我 TP 到上面了。幸好这盘。哦，这不好守啊，这个。好，打吧，打吧。那倒没有，还好还毁灭好就好打。毁灭一好，走路都精神了。好，还好我机智的买了一本群部 MK 死了。玩了真伤心，让我看看，伤心的是，让我看看伤心的是哪个？是这个兽主，我觉得是兽主吧。我看一下。啊，人主，人主说了玩的真伤心。人主真伤心。人主说的。呀，登顶了！哎呀，2299你。是吗？我看一下登顶了。差一分2300。好激动啊！我操，第一名2403分、啊、跟你没啥关，跟你没啥关。妈的，这是刷分的，我跟你说。只能现在排第五。还打吗？打呀。你要抱怨了吗？没有，今天可以多打一会儿。我前两天没直播，前两天打排位赛去了，今天要多打一会儿。好，现在领鱼丸也有提示的、啊、领得多有提示，就是拿手机才能领得多啊。没有吧，他那个随机了，好像是。我用的是 G100S， 但是每个月都要换，特别容易换。所以我让我解释一下你的那个充气娃娃的故事，赶紧的，你给他们说一下。你从，哎，这个怎么说嘛？我在我的直播间已经放过那张充气娃娃的照片了，要不要再放一下？你直播间怎么放嘛？你只能发微博吧？我靠，你发个这发微博？没有啊，那充气娃娃那个图，你弹幕能发吗？不啊，我切到桌面，然后懂了懂了懂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。哦，再放一下。你不觉得这个娃娃做的看上去挺精致的吧？是挺精致的呀，所以当时我看到我就说呀，我说你这个已经堕落了，一看就是日产的，就不是国内造的。我受着，我受着，萌的要死。
有没有那种就是试摸的呀？呵呵，就是那个没有包装的。这个人呐、啊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色情啊？你还要摸？没有啊，就是那个质感啊。我那次买了那个硅胶的，我跟你说那个。人家的充气娃娃是正电的好吗？都不让拍照，我冒着生命危险拍一张照，你还想摸？这种娃娃一个要卖个几万吧人民币。我觉得以你的财力能买好几个呢，然后就破产了。不是你买回来，我跟你说你买回来应该卖给 Fly， 可以高价卖，这样你还可以赚一波。这样啊，我说你发牛头啊，我发牛头干嘛呀、啊？哎，我这地图啊，哇。那边是暗夜加那个呀，我输个牛过来被那个抽啊，那也无所谓，其实就他敢过来缠一下踩一下，他就思密达了，就思密达了，绝对的好吧？算了算了，都出剑圣了，那你就一本开矿嘛？对啊，这图肯定要开啊，证明你没有伤心过。怎么伤心过、啊、用剑圣 DH 被 Fly 的牛打爆，还真没有。对啊，哎呦，练的湿了。把那个练的有点湿啊。后面好像是要过来的呀。走，还有一会儿。他们不开矿的也是挺奇葩的呀、啊。怪了，哎，现在哎呀，这送温暖啊，这是。你 AC， 强行送温暖，这很正常。哎，还奇了怪了，这个暗夜呢啊、哦，暗夜白虎。练不了封矿了呀，先不急嘛，不急着练嘛。哎呀，哎，练这个小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去烧一下。怎么了？我去，他点你白虎，哦，他点你 QG 的，偷偷点的。哎呀，你调皮你！我追你十条街。哎呀，打了个眼睛 ，nice 啊！那练风矿没？你练吧，你练，我也烧他。剑圣在你后面呢。眼睛，嗯，哎，我觉得这个剑圣好想疯啊！现在我回来了，应个身就完了，又没粉儿。嗯，哎呦，杀大鸡完了，大鸡要黑了。这个基地放的太霸气了，霸气！我靠！哎呀，你怎么把我大鸡往外面拉呀？往里面拉，不是也死吗？哎呦，还被抢了！哦，没被抢过。没有，我打了个大魔，我跟你说，所有人都得死。剑圣吧，剑圣。矿也没有，就是我这个基地把他们勾引了，好赚啊！对啊，赚成马了，一个基地好值钱、啊，太赚了。
不知道怎么说。你咋又放话了？这怎么说？这里有个精灵。再练。我去，这一个诅咒简直把弄了个欲仙欲死的。什么诅咒啊？我刚练了一个小怪，给我套了一个小诅咒。他过来。来了。哎，你弟。路上。残呗。剑上还有一发，他来不及哟。死，没死，没死。我操！没事没事，我小歪到了。哎！我走，贴个药。别重复了，这 QG 好霸气啊！我的眼睛是被小精灵哎爆掉的，大无敌被抢了。哎，来来，弄他弄他！我没弹的，但是我有围杀，可以的。后面，你往里跑了。嗯，不然要被变。啊，我 TP 了。我说我爆头蛇打到这吧。需要一个伐木机，我去练。我给你们。练红点吧。小王，现在外面不一定打得过哎，是吧？感觉那边小鹿都有嘞。哦，你也有小鹿，那打得过了。对啊，我也五身头小鹿。干，那就不怂了。那你等会儿钱给我吧，我就直接爆头车在这儿。那就可以给你了。这个英雄练级就没用，我要去挂机了。我就烧一波。你有木吗？哎，来干！哦，没有，没干你。我去跟他们吧。你小歪练。嗯。打酱油。哎呦！现在我家玩。我也去他家骚扰去。哟，这也太细了吧！咋了？他派了一个小鹿跟着我的 KOG 啊，呵呵，可惜他只是路过。哎呦，我就以为他高大了许多。你的阴影要死了。完了，黑了，我操！无所谓，只是阴影而已。Oh shit！不开心了。他还想开矿。你给我点钱呗，我买一个出来。嗯。哇，1200，你也是个好。那是。你的头车小心啊。
我先不打，我先不打这一波，你 TP 吧。我等一下边儿。等一波边儿，我直接爆七十人头就行了。哎，这波送的有点多。呀，我怎么帮他回了一下月季？过来了呀。你这儿机器人注意点。得打了呀，这不？啊，阵型有点差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剑圣，剑圣，剑圣能杀，剑圣能杀！我操，他妈头都砸得好爽！硬道理啊！这偷他砸的简直是爽歪歪，哈哈！哇，这个我去，这个有点多啊！暗夜就是个打杂的，连英雄都是打杂的。有钱吗？只剩下钱。我靠，靠谱。是他们看到这对投资车人都麻了。对呀、啊。变上，变上。杀不了啊。我靠！又被他了。我猜月亮井就行了。哎，帮我捆一下那个剑圣。行了行了，那头都打不爆的，他输出太低了，他太屌了，这头车唯一能打到头车就是剑圣，但是他上来的主要是有个 KOG 有点厉害，这个KOG 好厉害啊，你这是头一个参悟 2v2 KOG 比 DH 厉害的人，哪是头一个啊？哎，你过两千三，我怎么还没有2300分啊？过了呀、啊，过了2304，2304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哎，你们就知道看充气娃娃。这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，你的粉丝看得清楚吗？我靠，你真敢晒呀、啊！萌不萌？你就说。哎，他们那个充气娃娃是不是不能用那个卡？那个就是动漫卡通里面的呀？我不知道呀、啊，
可以吧？这不是有版我权的问题吗？这个。不版权问题，版权为什么不能买？肯定是可以的吧？我的同学我本来的厨唱过房英飞就那跟个人声一响样了，这烂，你个。看这个图片旁边是楼梯，就是跟人一样大的。报警了，再看一次。哎，你简直是够了呀！我什跟么？我良心主播，观众要看什么我就看什我觉么。得跟你待久了以后，我也要看变了。旁边是楼梯。你想象这个成就啊有多大？真人版，哎，它真人版的那么大吗？对呀，就是跟人一样大的呀。1米6的，我这就不知道了，看你喜欢一米几的了吧。哈哈哈哈。你也是够了，真的。请问在哪买？有人要买，我去，我跟你说，你这当是。时真的应该从日本带回来，跟你说高价出售，你要说就原是装你日要本进口。这东西怎么买啊？我估卖计呀，是你几万这吧。买过来就卖呀，你至少 fly 要吧，fly 这个要预购一个。呵，然后烈哥就把我拉黑了，是吧？谁说的呀？你要那么想，看最近小烈不出差嘛，fly 一个人嘛，你现在卖他正合适。给烈哥也弄一套出差用品，是吧？你是妹呀，你太黑了，你哎太色情了，我报警了，我这个忍不了了呀。哎，你想到哪去了？哎，洗发露、洗面奶是不是出差用品？不，你我要想的报是警什了，么东西啊？别理我，我要报警了，你这个色情主播你。哎，以前我记得你是很纯洁的呀，现在怎么那么色了呀？哪里色了？简直是一个超色情主播。这好像是刚的吗？不哟，是不是好不是像。不是。这人是韩国人啊，看着单词，好像是，也姓朴的应该是。这我都不知道怎么读口了。不用读啊，读啥口啊？玩 UD 这里的还读口，你还逗我？呵呵，那你怎么每一盘都我读？早不读了好吗？打你俩，我是从来不读口的呀，哪里不读了？真不读好吗？读口那读找了好死。吗？我就是大开大合，知道吧？摆了一个木字，等你来。等我来送，呵呵，还是 KOG 啊？啊，我 KOG，KOG，其他的英雄都是纸。我已经爱上 KOG 了，特别是爱上剑他圣是一个阴影走到哪儿好厉害，DH 就是个福特曼。，DH 是一个带有精灵功能的副本呢。KOG 可是个狼骑啊，这不是一个级别的，还是一二个本能兵不让好你吗？打人的狼骑。对啊，这是二本兵好吗？太厉害了！那你那边呢？我也不知道这个娃娃多少钱。有干音。镇店的，几万肯定要了。你看多少日文嘛？它上面就没写标价。啊？标价我都不在这写，个店，啊？标价都不写是怎么卖呀？售专业，售专业。其他东西倒是有标价的，我欠日本动作行业一张正版的 CD，这次买了，买了，哎，说一下你喜欢哪一个？什么我这种人，那整个店没有一个人我认识的，我是好人，我怎么知道那是祖谁啊？峰，要不要报一记你以前绝的逼不料？认识，福赖来了估计也不认识。
哦，救命了！我要不要爆你以前的一技料？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！哎，挡路了，挡路了，挡路！围他，围他，围他！他要来补这个刀就围他。好，上围。漂亮！哎，喂，哎呦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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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走走走走走！我去！哎，还好，我帮你补。还可以，吓死我了！你这个吓死我了！还有一个是什么族啊？我心脏不好，那还有一个瘦子。其实刚围到了也是会被爆的。对的，对的。所以我故意没有围到。哎呦，这个砍砍砍！这个伏笔说得好。我去，吓死我了！我竟无言以对。真的啊，真的好吗？不，我竟无言以对。我刚已经看到那个小精灵了。太厉害了！你又算命的。我去。怎么这么多小精灵啊！我已经杀了三个了。哎，过去了，滴血。我没过去，我去中间回点蓝。你走吧，滴血到了。到了就到了。霸气，就喜欢这种话。到了，到了，我能怎么样吗？我只能跑呀。不要怂，就是干。他只是个福特曼。就是福特曼，你都怕。来连风矿，来连风矿，练完我直接甩矿了。这么暴力！来呀，我这女猎手都有四个了。来了呀，稳稳的呀。这个福特曼好烦呐、啊。无所谓呀，一会儿教他做人呢。你还是有道具的福特曼。哎，弄。这再回不到就可以去使了。哎哎，雨烈。专业啊，这个小精灵啊，无所谓啊，来了也没用的，还没有爆掉。把泉水连了，我去回点蓝。哇，还那么多指环王，卖了卖了。哎呦我去，家里没封口。给我呀、啊，这么好的宝物。哎呦我去。哎呦你妹哟，直接把他狼卡炸完你再过来。你也太奔放了吧。没办法。好烦的这个剑圣，直接给他炸完了，我 QG 在旁边一蹲，对吧？哎呀还升本了。那去阿姨家里压一波吗？造 BP 了阿姨。剑圣在中间没蓝的，可以弄他，可以弄他。来卡个位。哎呀没卡到。练字吧，我再开个矿，再甩个矿。不，先压一波呀、啊！好好好，压吧压吧。错过了，错过了就是永远啊。Go！ 呀，我觉得这波好强啊！对呀、啊，三级 DK 这一波太厉害了。主要这一波他们还没东西打履历，还有个 QG 爸爸在后面。这个小歪已经被我给制裁了。电圣，电圣没魔了，哎、没魔了。啊，行。我去，被缠的时间。哎 ，DH DH DH， 那个缠就解除了。先生，先生，这英雄杀的，对面 boss 死了。DH DH DH， 妈太屌了这个！为什么能那么屌这个玩意儿？
太无脑了呀！啊，他就在那变我们那个玩意儿。哎，小歪，带他走。哦，为里三层外三层。给你一番刀啊，让你死的好看一点。节目需要，节目效果需要。节目效果需要。哎呀，现在大王亚真的已经无敌了。你怎么又无敌了呀？这两个人才1500分，狙击手赶快来呀！打他们只加1分，分也不涨。对的。那两对狙击手估计不敢来了，就刚才那2300的那个。你们又要娃娃了呀？这不，你们也是夸张啊！看你直播就冲你娃娃来的。哎、大地今天晚上去看《终结者》首映了，好吧？大地还是约了我的。《终结者》007吧？他是说我没去，他就没去。《终结者》不是老早就有了，《007》是首映了。哦，《碟中谍》。对啊，《007》啊。这些欧美的汤姆克鲁斯和史泰龙我还是都挺喜欢的。施瓦辛格你没说，施瓦辛格这种皮都快掉下来了好吗？好难看了好吗？我还是喜欢那个什么杰森斯坦森，那个厉害，那个从插了一个篮球把人家捅死了是吧？是不是那个什么插了个篮球把人捅死了，别人把他妹子那个啥了，他把人家捅死了，我忘了，他演电影太多了好吗？哎，这你都，我觉得这个片段我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，只能说太黄太暴力了。神组，我要首发熊猫了。那我也首发熊猫嘛。我要首发熊猫，二把雪法。好，我首发熊猫，你妹呀！我直接造了个祭坛。那我这把保卫谁玩了？我就不玩常规了。这盘就是一v一啊。好的。靠谱。上一盘有要过木头吗？好像没有吧。没有。对啊，又不是每一盘都缺木的。他们是奥克加 UD。 你别不好意思呀，我们爆女烈，我爆步兵，就拆基地，那又拆基地，两个熊猫，你想一想，太酸爽了。给我试试的木啊，给我试试的木。我零。我去，哪来的木头嘛这？我们这两口火，连 ARK 的基地都拆了好吗？你要练三再拆呗。那肯定啊。对呀、啊。不过我感觉两个一都能拆。你忘了大地和 FQQ 怎么教育你的吗？哎呀，那个是属于意外的，你知道吧？我是教育的我们。我教育的我基地爆了，这个锅我要背。
一个不小心家就没了。啊，我就不好意思打了。俩熊猫哎，就可兽以族了。怎么在我这边嘛？好烦呐、啊！我们双火去炼商店吧。可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农民多站一会儿，站个5秒钟左右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你不被拉走啊？哎，我觉得双火炼很多点都很好炼，炼这个愚人点也特别好炼的。我们能不能练这个？别！真别练大的要死全家这个。你这个也是属于胆子太大了呀。练这儿嘛 ，DK 在我家。DK， 嗯，他怎么不练级的呀？哎，我们这练级还是挺蛋疼的。为啥？没骷髅棒啊。无所谓啊，挺快的呀，你吹一把火呀。不吹，来，我要吹这儿。好吧。哎呦！比如说你放个 D， 我放个 F， 能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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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嗯，这样他杀农民杀的还起劲儿，给他杀吧。我身被动了，我身被动了。我们一点练了呀，练这个吗？拆邮递的矿盖子吧。走，拆一波，然后来我家。好。然后补给一下，然后再去拆兽族的板子。他们两个人的地址都已经报了，剧本我已经写好了。你怎么每次写的剧本啊都那么屌？哎呀，我们拆，哎，这个我先杀个这个蜘蛛。先把猫练到3吧，练到3了，然后再喷。这两个人是真的弱还是什么情况？进不去了。哎，再杀一个农民啊，到3。哎，算了，还是杀农民。哎，这里是有那个骷髅噻，就直接喷那个通灵塔嘛。我憋住这口火，然后喷，真是惨！我跟你说，啊，我还一把火，我这有大魔的，我知道啊，你留着喷你的吧。我们把他人口拆完，农民杀干，他造都造不了农民。说得好，哎，还是可以造的呀。哦，造不了，他有兵儿，肯定造不了的呀。我 TP 了，然后呢我走，然后我们去拆兽族的地洞了。可以。哎呀，我要出空军了，这一把太适合了。买个单场，你买那个商店的，我买那个。好。哎，我觉得我们俩去喷那个兽族农民，兽族农民扛不住，2把火，啊、兽族农民全死。哎。去不去喷兽族农民去？去啊，我都已经到了。我路上，我喝水。好，来那么快，你在去塔了吗？你这是？我去，连双片连。牛啊！我跟你说，这是，我不是来练级的，我是来腾人口的。你也是够了。哎呀，这波人口腾的有点伤。说好的腾人口呢？我觉得我有点危险。我来了。我靠，这个人口疼的。
我来了，两把火一吹就没了。吹吧。已经没钱了。哎呦，真是惨。哇！我去，玩不成了，对面想死的心都有了。吹啊！哎，这里剑圣，剑圣，啊，一人一把火，吹死了。哎呀，秀了呀！我刚黑地。好，先撤一波。哎呦，你信不信我把这个剑圣给喷死？死！哎呀，我去，没喷到。好。我要来迷之喷了，你觉得他在哪？就在你脸上，就在这儿，没喷到，看我来喷，你那个弱爆了。这种喷死了，绝必要被骂是开除的。教你喷，啊，喷死了！我操，屌不屌？屌不屌？屌屌屌屌屌！我觉得他这个人都想死心里了呀。我来了，直接一把火盲喷，又没东西喷了呀，喷大忌了呀，喷在里面嘛，农民喷了嘛，先喷地洞吧。好，位置摆好嘛。哎，我位置摆好是这，你又可以喷。这是两个喷子啊，两个喷子，你就说你是不是网络喷子，太凶了。我去，他居然能造出来，农民。我走了，给我点布啊。我决定我就玩一个 RPG 算了。我出个学法算了，魔法都没了。给我喷 UD 去，我觉得我那个盲喷绝对能上十加镜头。我刚刚都没有看到，就一喷剑就直接显形了。过来喷正面的，过来喷正面的。正面有点难。给我一个魔瓶啊！拿走拿走。对啊，你就喷这个正面嘛，喷这喷就没了。你丢把酒啊，丢把酒赶紧来。等一下，我丢掉。喷。是吗？哇，真是爽啊！这喷没了这个。看起来爽，其实一个都没死。哎，小歪没死吗？哎，在这儿，来，走，再去喷一下。哪儿呢？这儿，这里面。小歪呢？小歪死了呀。被喷死了。肯定啊。小歪岂有不死之理？他居然不 C 我熊猫。哎，不配合，我还想近距离躲一发 C 呢。好，休息了，我也休息了。这今天上了个2300，还可以啊你。对啊。好，把 Q 那关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你们怎么乱说？什么叫魔兽玩家简易版呀？你不觉得刚才那一把很有观赏性吗？我们的那个是吧计划简直是跟执行起来差不多。哎呦，感谢深深的高级酬勤呐、啊、这两个这高级酬勤送了四个，有点多，感谢感谢。好，同学们看得那么爽了，是不是是时候来一波鱼丸了是吧？看爽了，这个来点鱼丸助助兴呢。你看我们今天是吧
2300的人我们也打过了，然后非主流的战术也用过了。好，感谢深深，我去，这个要过万了，这鱼丸，这9000个鱼丸，我去过万了。哎呦，这一波简直是这波不亏，这波不亏，我去，太屌！好久没收到那么豪的一个鱼丸了呀。呀，这个不仗义，直接冒了一个阵容给主播10万个鱼丸，明显的这个是浑水摸鱼，不科学。好，之前的话就是周六周日主要是那个嘛，是吧？你们懂的。我现在是那个神少杰负责人，所以说周六周日的话都是在打神少杰的，所以有2天没直播。现在的话也是平时周一到周五或周四的时候都会多直播一些魔兽的。反正呢，跟你们啊聊聊天，吹吹牛逼，打打魔兽，然后呢爆爆八卦，我觉得还不错的。最关是啥？我们还能收点鱼丸，这个才是重点。好，现在是一个吹牛的时间，来，我们听首歌，来谈谈人生，聊聊理想，聊那个说说八卦，我觉得这一波可以有。哦，对，好像是3天了。周五我好像也没直播，周五也在玩。啊，碟中谍不是007吗？妈呀，这个把我的三观给破了呀！我一直以为那个碟中谍是007。你们要看流言粉碎机，那个不叫流言粉碎机，那个叫流言终结者。不慌，反正我吃饭的时候总会给大家播的。我发现好多人那个看流言终结者以后。把智商都加的有点多，加的特别拽。哎呀，无所谓嘛，反正都知道是汤姆哥演的就好了。当年 Freedom 黑幕退役，那个时候我还没打魔兽，我怎么跟你们说呀？那个时候就不知道啊，007詹姆斯邦德呀，我操，严重智商被碾压了呀！我写特，我这个智商啊，被碾压的好重啊！没有啊，你们不觉得那个流言终结者很好看吗？又可以加智力，然后又可以那个，对吧？长长知识还不错的。那个是假的，在那个斗鱼的那个直播间，那个是假 like。你听声音嘛，那个声音一听就知道不是武汉的一个口音。弗莱打6家电脑是吧？好，下次我跟你说，我打7家电脑。我上次打了5家电脑，弗莱不服，然后他打6家，然后我下次准备打7家，弄死。我要证明我自己的一个实力得是有多高。弗莱都吞粪自尽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菲菲他不开直播，不开摄像头，我是不知道。对啊，弗莱开图，然后不好玩。你看我不开图，简直是太凶了。我现在不打了，现在不打了。现在跟大家聊聊天，然后我就下直播了。我也没招台啊，我上次打电脑完全没招台。小 T 现在是在。风暴英雄当一哥呢，拽的不行。风暴英雄他现在 number one 呢。现在你们要知道老，我们一群老的一个学生现在干嘛？麦基克杨现在是在做那个《龙与编年史》的手游，小 T 是在做那个风暴英雄的选手，然后我呢，是吧？我是属于是吧，杂七杂八都会，做视频、吹牛逼、打直播，然后打几个项目。就说我屌不屌？
老一批的魔兽人都是属于有的去做其他事了嘛，现在留下来的几个都是属于在斗鱼直播的嘛，然后现在我们也是特别的屌，各种吹牛逼什么的。好，打电脑的话下次打吧，好吧。好，今天那个直播就到这儿了，我先撤了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哎，在右上角点波关注哟，右上角的关注记得点一波哈。